老话说：“宁拆十座庙，不拆一个家。”好在我是个要死的人，我不信这些邪。秋霞，一个女人的命是系在男人身上的，女人这辈子过得好不好，就看她跟的这个男人好不好。这世界上有三种男人是不能嫁的。一种是沾赌的，一种是打老婆的，还有一种就是没骨气的。而这三种，你们家强子就占了两样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你别急啊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要是陈秋霞，我就肯定跟你离婚。嘿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你以前没听过是吧？那我今天就让你好好听听。你，秋霞，走，给我回去。嘿，你胆儿肥了是吗？你又要打人，我警告你，你要再敢动手，我对你不客气。陈秋霞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就想等他死了以后，他还这个房子都成你的了，你就成城里人了，是不是？你说什么呢你？好，我跟你回去。站住！姓孙的，你还看不出来啊？他们俩是一对奸夫淫妇。趁你瘫在床上，他们俩搞破鞋。我抽你！操！抽！哎，你跑这撒什么野呀？啊！他们是真假的？出去！出去！放下！出去！秋霞，你坐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秋霞，我家自里有那么好的福气吗？姐，你说啥呢？我是问你喜不喜欢自里。姐，你怎么瞎说话呢？秋霞，我今天跟你说实话吧。其实我当初把你留下，就是存了这份心。我知道我活不长了，我走了，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立。自立是个好男人。如果没有我，他能过上好日子。你别看我又残又病的，其实我是个命好的女人，我嫁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。秋霞，我说真心话，如果你愿意，我想撮合你们俩。姐，我没有你那么好命，我也不会存那份心。有你这句话，我愿伺候你一辈子。那你不跟他回去了？曹，你愿意和妈妈留在阿姨这儿吗？嗯，愿意。我不想跟爸爸回去。我说呢，英子，死活不让秋霞走。原来他还真是存着这么份心啊！大妈，我可从来没有这份心思。你是没那份心思。这保不准啊，秋霞还真有那份心思。要英子真有那天，反正不管怎么讲吧，
这秋霞她不傻，她会比。这人比人得活着，货比货得留着。她如果跟真跟着你的话，总比跟着混蛋强吧？我说呢，白天你那怪模怪样的，原来你是怀疑秋霞。你是知道我的，我这辈子最烦那些男女之间的偷鸡摸狗的事儿。啊，那你是说我和秋霞我们？我不是那意思。行了，难得英子有这么宽广的胸怀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自立啊，你比起大亮来可服气多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要能跟秋霞好，对你和英子未必是坏事。他伺候英子3个月了，我看英子也离不开他了。你摆那个鱼摊要没有秋霞帮忙，你说你能行吗？就算是秋霞愿意，英子也愿意，可我也不会同意的，我不是那种人。哎，都是好人，你说碰到一块儿了，怎么就弄出这么多烦心的事儿？我倒是觉得，那最让人烦的就是叫张强那小子，他要3天2头的上你们家闹，你说日子怎么过？离婚他肯定不同意啊，他还指着秋霞呢。妈，就是上次我认识那个律师，他姓什么来着？姓陈吧？对，陈律师，我觉得他人不错，要不我明天找找他。对呀，对呀，找律师去。赶紧给他注意一下。秋霞，哎，陈律师，慢点。秋霞，陈律师，最近生意怎么样？还行，还行。哎，老高，你好。哎，不，我没关系的。我来是来告诉秋霞一下，张强和陈秋霞的案子马上就要开庭审理了。你们明天准备准备，我来接你们，咱们一起走。好。秋霞，陈律师说了，这次的案子一分钱不要。哎呀，陈律师，这怎么好意思？你看我都够麻烦你了。不用客气，我们事务所经常会打一些法律援助方面的官司，都是不收费的。
谢谢你，陈律师。好吧，就这样，明天我来接你们。好，我还有点事，我要准备一些材料。再见了。再见，老哥。再见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再见啊。这种止疼药效果是好，可是你不能多吃。顾医生说了，他的胃的伤害特别大，吃多了会破坏胃黏膜，产生胃出血。我知道了，秋霞，快走吧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我给你买的粘脑钉钉片，你要是腿有哪个地方疼了，你就抹在上面，能够止疼，这样就可以不吃药了。这药啊，能不吃就不吃，是药三分毒。这是大哥给我的工钱，姐你拿着。哎，秋霞，不行，咱回家和路上都要用钱呢，你快拿着吧啊！姐，赶紧走吧，快走吧。哎，小草，来，再见。秋霞，秋霞，秋霞，林主任，您找我。啊，坐吧。高子林，苏英空。一定要弄清，千万别混了啊！
知道了。兰兰，谢谢。别客气。咱们回家。林主任说什么？他说你身体恢复的挺好的，希望你能住院强化治疗一段时间，那样可能会恢复的更快一些。我再想想吧。高，陈律师回来了。您好。你好。陈律师，离了吗？离了，比我们预想的还要顺利。法院还判张强每月给他女儿150元的生活费呢。我说嘛，陈律师出马，那200%的成。啊，不过秋霞没有回来。为什么呀？他没说什么原因，只是说谢谢你们。他给介绍了一个他们同村的，叫陈春梅。春梅，来，认识一下，这位是高自立高大哥。高大哥。啊。老板，今天这鱼怎么都是死鱼啊？便宜，您看这个草鱼3.5元，鲫鱼4元，鲤鱼3元，您来一条。
还是一个挺幸福的家庭。八块。正好啊。小李。哎。帮我看一下摊儿，我回趟家。好好，你去吧。见英子了吗？找秋霞去了。找秋霞去了？他怎么走的呀？和陈律师一块走的。那你怎么不拦住他呢？拦来着，拦不住我。哪个阿姨啊？生病的那个孙阿姨。走。我认识自立的时候我还很小，那个时候我刚从唐山移民过来，就一个人住在一户收养我的人家里。还是他们对我很好，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小孩。到了第二年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就不想养我了，就开始对我特别不好。我记得那是个冬天，当时
我刚给家里洗完被子，晒被子，冻得直哆嗦，就一个人躲在墙角底下晒太阳取暖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子立就过来了。他当时只有12岁，走到我跟前，他问我冷吗？我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他又问我，你爸你妈呢？我一听他问我这话，我就哭了。他愣在那站了好久，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，他们家住得很近，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回家去取取暖，我就跟他一起去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就留在他们家，他父母对我都很好，像亲生女儿一样。秋霞，你看，我认识自立的过程和你认识自立的过程是不是很一样？这就是缘分。秋霞，你跟自立有缘分。姐，你别说了，我跟你回去，我伺候到你走，然后我再回来。秋霞，我的话说到这个份上，你怎么就不信我的诚心呢？为了我自己，我至于跑这么远的路来找你吗？我不能干这缺德事儿。你这是积德。不行，姐。人比人得死吗？我怎么就没有你那么好的福气啊？我那是福气啊！你这人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哪个女人愿意把自己的丈夫送给别的女人呢？应该心里苦啊。子立，不管英子现在心里怎么想的，她能做出现在的决定，那就是伟大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英子能把病给我就好了。哎，别喝。孙英，收拾好了吗？收拾好了。收拾好了，咱们就走吧。嗯，我来背你。不。
你以为我是心甘情愿的？爱情都是自私，我是为了自立，为了你，更为了小草。秋霞，你愿意小草一辈子都待在这儿，没有钱，念不起书，将来找一个像张强那样的男人，就这样过一辈子吗？我答应。妈，他们两个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小草呢？小草！哎，奶奶，我在这儿呢。你快去，给你阿姨倒杯水去。哎，结婚是人一生最大的喜事儿，我也没什么好送的。这是我让大亮去定的，算是我一份心意。从今天起，这就归你们俩了，我和小草睡外边去。姐，你放心，我和自立会伺候你一辈子。秋霞。起来，秋霞，快起来呀！啊，起来，来，快起，自立，扶他一下，来，来，起来，秋霞。登记了吗？登记了。把结婚证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你俩快忙去吧，别在我这站着。大妈和大亮都累一天了，大妈身体不好，别再累坏了。去啊。姐，我扶你到床上休息一下。这是你们俩的新床，我睡了会晦气的。我没事儿，快去吧，快点，自立。那我们先去了。
我心里难受，发出来就好了，请大家原谅我。啊，对，那个，我知道，我小的时候，我们那儿就有这个风俗。您都这么老了，还不着调啊？这以前不是，现在是了。从英子开始，咱们这个风俗就得流传下去。英子，等我儿子结婚的时候，我也在他的西蒙斯床上扎几个洞。阿姨，明天咱们去公园玩，我推着您。好，你真乖，去给阿姨倒杯水。子立，你这干什么？快把我放下来！要不行，这是你们新床。没事没事，那晦气不都让你扎没了吗？就是。吃饭了，快点，来来吃饭，吃饭，坐坐好，来过来。